爱的波波森他本来就是属于如果以前的那这个子就比较娇小，是娇小型东方女孩子，不会东方女生啊，反正人家喜欢这样，一看就想保护你。哦，小鸟依人，他天然的小鸟依人，比例很好的。哎，然后这今天这一套是这个啊 ，oversize 的，因为我想说要跟等一下的表演有点反差，是哦，对，所以选了这一套。已经在预告表演，画面上拍整个拍起来，反正它比例是很棒的。对，真的人小只，可是在上一次遇到波波城的时候，我就问他嘛，我说不会吧？因为吓了一跳，我在玩很大的时候是个小胖妞，哦，我就说也不会嘛，但就是怎么会瘦成这样子？然后他说，因为他拍写真集，对，我那时候瘦了几公斤，瘦了4-5公斤，5公斤，我们刚才在7-8公斤，很 fit， 很结实，会不会影响到你这个木兰飞弹的部分？有一点点，但是目前还没有影响到那个罩杯。以前我有一次减肥，一次减了8公斤，然后真的从一掉到 B 耶。哦，他断节食，一到 B 啊，吓死！那你怎么让他再从 B 变到一？胖回来，再胖回来，那个胸部完全没办法独立长，这样是的。拍摄一张这个写真集，有没有什么样比较特别的？因为这次是在我的家乡屏东拍，然后拍到你是屏东姑娘，我是屏东人，然后我们在垦丁拍了3天，哇，对，然后第3天的时候刚好遇到全台大停电，就是今年3月的时候有个全台大停电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用电棒，然后也没有所有的便利商店，连麦当劳都不能卖，因为其实它有东西，可是它的那个退冰了。不是他的那个结账的那个机器，他没有电脑退冰，他没有电脑退冰，那很合理啊，他没有办法结账。牛奶退冰是个重头，你还要喝？还要坏掉？他从早上11点酸奶了，对，然后断电断到下午5-6点，所以我们就是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对，然后就直接回台北这样。哦，刚是问什么？怎么会聊到这个？所以我遇到断电，断电，然后牛奶，其中一天遇到断电，他一边呢发他的写真书，然后结果他确诊了。对，因为要宣传不就 QQ 了？对，因为其实原本已经排好2个月宣传，因为要准备宣传，我就要量那个快筛，结果就阳性确诊就中，对，就关了10天，然后所有的通告全部重新排，然后就一路从6月开始排到9月、10月，就是拉了很长这样，呕心沥血之作，等了很久，好事多磨，真的真的。今天穿上肯定有厉害的表演，应该有吧？波波真的厉害喽，来，又波波真的厉害，哇塞！
好的，哎，不错。但大家也会觉得说，哎，你他根本就是装腔作势，这个东西其实他每天都在做这些运动。对。对我们的录影的时候，后来才哎一聊，哎，他真的是在做健身控啊！你不要看这些哦，其实好像还要面带笑容去表演，难度他做的又很轻松，很漂亮。对对啊，哦，来，有话想跟他说吗？因为我私底下有认识，也跟他也认识，他现在在拍戏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敬业的演员，很敬业啊。刚刚的那段表演，全部的节拍和口型全部都对到了啊。我是以一个健康的角度来看，对对对，谢谢老师，非常的健康。来来，祖雄，不过陈也是我同公司的师妹啊，所以他刚才看起来这样在健身，但其实他的音乐、舞蹈、唱歌，整个表演性很完整，非常完整，在里面听起来口碑还不错，好吧？目前只有宇宙是52分，对对，刚刚很突然分数。接近啊！好，我们来看看波波城到底能得几分？一二三，举牌！哇，哎，哦，49分！来来，那位，我想听听他的说法，请起立。来了，又被什么挡到？又被挡到？心碎哥，心碎哥，怎么了？怎么心碎了？我因为我要护着拉拉姐姐，不能让她太难看。哦，护着拉拉姐姐。手太高分了，护着拉拉，护着拉拉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是有热情支持，感动，真的真的感动了，真的感动了。谢谢这位，感动，厉害厉害，刚断奶没多久的一个弟弟呀，弟弟弟弟。你看49分的高分，开心，对，而且今天又不见得说有很多你的铁粉来，他们的网络铁粉获得49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祝福这五位，哎，夸张啦，哎，好朋友，哎，夸张啦，夸张啦，有很好成绩。来，我们来看他的那个，怎么了？怎么你急什么？急色，我想看色胚。对啊，来，我们用艺术的眼光来看这一次的作品，好不好？来，艺术的眼光，艺术的眼光。就看到这里，不是啊，要看这里，好漂亮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孙艺珍，某整漂亮，韩星啊，啊，某整很漂亮哦，哎，哦，他看起来是高的脸。高脸，你是高脸，是高脸，高脸很好，很迷你。哎呦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很